30万人。不过日前大考中心却宣布确诊学生可以搭防疫计程车来考试，在野党就质疑中央是两套标准，学者痛批剥夺人民投票权就是违宪，中央打算放宽确诊居隔的天数，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。中选会规定确诊或居隔者不准投票，恐怕是我国选举史上首次创下近30万选民被禁止投票的记录。但同一个政府日前大考中心却宣布确诊者可以搭防疫计程车应考，设立考生专区可以，为确诊者设投票专区为何不行？政府扯出大法官690号解释文，但各界痛骂有违宪争议。大法官说可以强制隔离，690也没有说你被强制隔离之后永远不能出来，就有违宪的问题。因为投票权是不可以限制的，因为投票权不只是人民的权利，它也是作为主权者的一种监督政府的工具。如果那大考中心做得到，中选会没有理由做不到。大家的规定里面有哪一个字写说可以剥夺投票权？没有啊，就算限制自由也要合理合情嘛，你这就不合理不合情嘛，你们这种官僚这个死脑筋讲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通了。中央不替确诊者安排特殊通道或特定时间投票，反而全面禁止。若确诊者隐瞒病情，选委会也难查证，恐沦为更大破口。确诊考生放行，投票就不行。名嘴点破原因，最主要理由是因为他希望投票率降低，因为今年民进党年底的选情非常不利。你投票率只要低到一个程度的话，民进党的基本支持者基本盘就比例变高，选情越冷，现在对民进党越有利，所以他才希望越多人没有办法去投票越好。连这种东西都要去算计到投票，这个党真的是聪明过了头。指挥中心说正严拟放宽居隔天数，让更多选民投票，问题是确诊者还是禁止投票，行政机关和中选会不知有没有把宪法看在眼里。记者林信宪、王志恩台北采访报道。